这儿少动物是吧？知道吗？那以前是听到它就在呀。它压到下面之后，它就自己往上回。所需要做的就是重复开门放门开门放门。嗯。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。你们就没见过。其实像这种小的那地方放在人家那边是最好看，还可以当个垃圾箱。嗯。基本上很好的很好的噪声，你都听不见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们要站着。放到后面。